给大家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拜年了啊！哎呀，今天呢，召开的是咱们2019年第一次家长会，我呀是班主任管老师。哎呦，今天家长来的不少啊！哎，那个后面的家长，往前坐来，前面还有位置，往前坐。哎，你们老躲什么？躲什么好躲的嘞？啊，我懂了，这次小孩考试没考好是吧？ 没关系啊，来往前坐，大家更好的交流嘛，是不是？今天的家长会啊，真的是意义非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呢，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家长，他们呢是家长中的战斗机啊，绝对的典型代表。<笑>我的妈嘞，人家都在等着瞅我啊！ 李旺旺，你们也太喜欢赶热乎了，家里都忙屁的了，还在吊着住着，搞什么呀？次林还在卖龙虾，锦林就把雪蟹抓，又当老板又当妈，到哪都是一枝花哦。<笑>那位大姑讲什么？叫我辞掉一点。 我也想辞掉啊，市里他不允许吗？李旺旺一有重大场合就非我莫属，推都推不掉。龚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周群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谢谢你对我儿子照顾。哎，哪里的话，这不应该的嘛，是吧？主要是小孩啊，自身很优秀。那随我。<笑>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第二位家长阿基。 是在喊我，我妈的，真的都跑都跑不掉，真的。哎，厦门学习学不好，老头道歉道到老。哎哎，是真的。你到我们这个年纪，两件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老人家身体要好；第二件事情，厦门学习要好。我妈嘞，这个大哥，你家厦门学习怎样？好个人，服气，我就砸蛋了。 动不动就被逮住，动不动逮住，跑都跑不掉。阿基，哎，管老师，管老师，管老师，怎么才来？搞这么迟，怎么搞的？哎，我没想到嘛。哎呀，把你请来不容易啊。哎，最近是不是好忙啊？有点忙，有点忙，有点忙。我为了参加这个家长会，我都刻意推掉了古井贡酒古二零的年会，我才来的。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的家长会啊，你被选为了这个家长典型代表。 又典型了，个人。哎呀，你准备准备啊！我现在后面看看家长们到齐了没有啊？准备准备，哎，又是你啊！我的个妈嘞！哎哎，顾林，这我辈分都涨了，这样客气啊，叫的。哎，典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来搞什么？我嘛，我也不想典型啊。那他讲了我是典型了，不就典型算了吗？反面典型是吧？ 大家都晓得我们俩从小都是一个班的，家门口的水塘那还不知道深浅啊！啊，从小到大差距就特别大，对不对？你什么差距？你听听啊，我要是冒银，你就是鞋垫；我要是天花板，你就是自觉性；我要是满汉群鞋，你就是方便面；我要是翱翔太空的神舟六号。 你就是安装在厕所的下水管道，晓得差距有多大了吧？啊！哎，人啊，真是会变化。现在他老讲我，哎，我还死亡过他，我还给他写过情书。哎哎哎哎！那个时候要知道。你不讲写情书，我还不吃，一讲我想起来了，你讲写情书，你就直接交给我，非要搞浪漫，要幼稚给我，你幼稚你就写周群手吧。 他不是的，写个三半群手。我的妈嘞！我就听讲过群发短信的，没见过群手情书的。那事体我们班都搞横的了，全部在传看，我都愁得不能上学，字写的跟瘪爬的样的。哎，这个事情是是是是，那不是没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不有经验了，不是往你家送了嘛，真是的。你没送到我家，你不是放在保安室的吗？那是那个保安他跟我讲，他转交给你嘛。我看他人怪好的。人是好，那是我爸爸。那是你爸爸？对哦。我骂了，他后来没搭理吧？搭倒是没搭，他就是有好担心。担心什么嘞？ 他问我爷嘞，那个写信的小伙子怕不是跟你有仇吧？
全国死性不用憋死，用血死，好狠人都站在一块死都死不开吗？那不是年轻嘛，冲动嘛，表达一下弟弟的好感嘛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讲起写信这件事情，我弟弟也有意见。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也不回，咋了？哪叫没回啊？不是给你回了一封吗？那我都已经写给你写两个多月的信了，给我回一封信。回了封信，我一打开上面写就一行字，讲明天家里没人。我当时拿到还是怪激动的，我一想，我妈的，这感情终于迈出去一步。第二天早上我辞好早，把自己搞好帅，早上8点钟就去敲他们家门，从8点钟开始敲到10点钟。我妈的，我发现他没骗我，他们家确实没人。我没卡里吧，讲的是实话哦。你不讲的是实话，你呀就是情商低。我告诉你，你就从小到大你就拿我不作数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我怎么哪里不作数了？你讲要放风筝，我可陪你去了。哎，人家放风筝有好小风就着了，他非要等到刮台风。人家放风筝把线逮在手指头，他把线绑在腰高头。乖乖，风也刮，风筝起来了，他也起来了。好多人跟着跑看啊，讲快来看哦，这个风筝上还拴个小纸包。还有一个高头对我喊，快给我爸爸打电话，我长着往天鹅湖飞了，到了的喝着我。我也没想到那个风能大到这个程度嘛，不是吗？过3天我们在大蜀山树杈上把它找到了。乖乖，那脸给风烧的都不能看，你现在脸上皱纹就当是烧的吧。我不正视你，你都长得还跟在树上挂着嘞，真是。你重视我，你重视我不也是对的吗？对不对？全班那么多男同学，你讲有哪个有我对你好的？可是这讲实话吧，你做什么事情我不配合你，对不对？有段时间他迷恋上了烹饪，迷恋上烧菜了。我把那个菜烧的难切的，叫我试菜。我今天就跟你们讲讲了3道菜啊。第一道菜沙拉，开胃菜。但是你绝想不到，雪里红沙拉。你能想到那个味道吧？第二道热菜，你们吃过巴斯苹果、巴斯香蕉吧？巴斯老鳖，那个老鳖端上来的时候啊，体态完好，栩栩如生。我就望着那个老鳖，我看他可怜啊，我妈来了，绝对是活活被齁死的。这2道都算好的，第3道菜，一道卤菜。哎，那你讲你卤个鸡蛋啊，你卤个鸡爪，卤榴莲。他还要跟我一起分享他的烹饪过程，把那个榴莲放到炉汤里面，炸死的虎，那个房间那个味道嘛。我的妈，我就吃2筷子，住半个月的医院。那你出院的时候，我不是给你接风了吗？可对，我求你了，这辈子以后不要再给我接风了，好吧？接风又研发一道新菜，我吃了又住院了，大肠刺身。你讲我，那你嘞？哎，人家过情人节的时候，小丫头都收到玫瑰花、巧克力，你给我送的是什么？我打开盒子一看，我的妈呀，韭菜花煮茨子。他跟我讲。巧克力哪能少饱嘞？你搞2个煮茨子啃啃，好实馋啊！那个不是主题，那个有寓意。那个卖菜的讲了，那个是煮蛇，一个左蛇，一个右蛇，它的寓意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歇吧！哎，看电影的时候，人家男朋友都搞车接，我讲那你也搞车接我啊？你讲你搞个小包车，不着骑个摩托车，再不行你推个格浪车，你搞的是什么车？我推门一看，小板车，乖乖，上面还铺床被子，讲怕我冷。哎呦，这个板车，我坐着难受，躺着渗人，我只好趴着，太扯了。哎，你讲讲人家的情人节，餐厅鲜花配美酒，我嘞是趴在板车上啃住水。哎呦，在长江路上，车好多。他还血皮装油，小腿这花也在板车上，把车蹬得飞快，还唱歌的。我那不是唱，不是逗你开心吗？哎呀，那你逗逗大家开心啊，你唱一下。那么多年没唱了，不会唱了。你可是什么呀？唱吧。这当年是这样的，是在拉着板车唱的歌的。对。人家的对象就坐着小包车呀、啊。
离家的对象拉班车上看要离腿呀，人家的对象就穿着皮大衣啊，离家的对象穿梭子活像个翻帽子啊，人家的对象都吃着小平头啊，离家的对象就烫了个头活像个奶奶喝啊。你也知道啊，你还知道自己像个奶奶喝啊，这不逗你开心吗？逗我开心啊，一次看每天看到那个墙角二位啊，怎么还唱上了？怎么搞的？哎，都过去的事情，管老师。对对，过。看来这个聊天的气氛相当好啊，看到没有？我手里啊，刚刚用电脑给家长们建了一个微信群，大家很想跟你们二位交流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？哎呀，不要准备，我胸有成竹。好，那咱们先从这个成绩说起啊。这次周群的小孩成绩依然很稳定，在班里是名列前茅。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，对。哎。但是这次啊，阿静的小孩成绩变化特别大。我的妈呀，阿静，你儿子学习都量差了，还有下降空间啊！不是下降，不是下降啊，成绩是突飞猛进，跟你家小孩一样，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啊！不会是啊，你不是卡我的吗？干嘛卡你？好嗨哟！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哎呀，谢谢，冷静好的。突然来自信了。哎，反正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啊，都是好孩子。所以啊，你看家长们在这个微信群里啊，提了好多问题，想问你们，想跟你们学习这个教育小孩的方法。这，我家主要是跟我学的，没什么好讲的，让他讲进步量大，怎搞的？好，来，二位请坐啊。我也不知道怎搞的。来，咱们来看看啊，家长们提了哪些问题啊？哟，你看真的。不歇呀啊！来，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小孩子爱玩手机该怎么办？老师，我觉得小孩爱玩手机，主要责任都在家长，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。啊，对，这个小孩怎么可能让他玩手机呢？对吧？你也是的，你这手机怎么可能搞到小孩手上去呢？在我们家，早上起床睁眼睛，到晚上闭眼，手机都在我手上，你还能让他拿到手机哦？不是你拿着手机都在搞什么呢？哎呀，事情多啊，你刷微博啊，对不对？点微信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打开那个 GUAPP 看看搞笑的段子啊。我的妈，我觉得要杜绝小孩玩手机，最重要的是大人照死玩手机。你是老没把瘾看歇掉嘞。阿静啊，你也少玩点啊。少玩点。好，第二个问题来了啊，请问小孩子挑食该怎么办？哎呦，老师，这个简单，我带到我家来，我给他卤个榴莲尝尝，他肯定再也不挑食了。尝完以后终身绝食。好，咱们看下一个问题啊。哎，这个问题有意思啊。这位家长是周群的粉丝啊。周群你好，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，我家小孩跟你家小孩是同学啊，我是开饭店的，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广告？这，他家饭店的菜好好吃，我每次吃饭都到他家吃。好，到位。哎呦，这位是阿静的粉丝啊，阿静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是婚庆司仪，能不能帮我也做个广告？看到吗，悠悠让我做的。他婚礼主持的非常好，我每次结婚都找他。哎，对。你能不能不对，他婚礼主持非常好，你们哪个结婚都找他。哎，对，好。哎，好。哎呦，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适合你们两个，很有意思啊。阿静、周群，你们好啊！你们的合肥话特别搞笑，特别喜欢看，但是我觉得合肥话特别难学，怎么搞？哎呦，那他是没找对人。龚老师，你来，我跟你讲，合肥话主要要掌握两个字的用法。得了，你会这两个字就照了啊。怎么讲？比如讲我长得好漂亮，都化的了。对，比如讲今天人好多，人都雾的了。我看到阿静都吐的了。我被他讲都讲伤的了。你们锦麟钱都赚的不少吧？吓的啦。我觉得你们都好忙，都忙炸的了吧？我的天哪！我听你们讲，我感觉我都晕的了。哎，这不就学会了吗？对，合肥话其实不难。合肥话，你比如讲啊，我们合肥人讲自己喜欢的一个人啊，我们很有地方的特点。我的个心嘞，我的个心嘞。如果比喜欢再喜欢一点，我的个心嘞，我的个肉嘞，我的个肉嘞。对对对对对对。
对，如果喜欢到极致了，我的个情感脾肺肾呢？你个日来把内脏拿回去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不跟你抬杠。哎，今天是家长会啊，也是这个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们可能讲点好话给大家拜个年。我们合肥话里面，对吧？好，拜个年。那我给年轻的朋友拜个年，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唱得越来越歌诗，长得越来越排场，生活越来越充实。好啊。那我就祝愿所有的老人孩子越来越孝顺，身体越来越结杠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称坦。好，那我就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啊，这个学习越来越固进，长得越来越得意，人人见到都夸一字，哎呦我的心嘞，哎呦